当然是真的啊，是屏东人哎，开什么玩笑？好，没有问题。猫，哦，其实是狗，怎么？鲜奶奶茶三，香菜芋头也不错啊，花，短头发，日剧。中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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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耗，非常消耗，当然是真的啊，是屏东人哎，开什么玩笑？牡羊座，超会，你这题害我一直想到小时候的英文名字，小时候的绰号乔宝，少年队，六点，上厕所啊，不然嘞，最喜欢的 Nothing Hill。我觉得我蛮多都很会的，只要照食谱煮，我都蛮棒的。最想获得的超能力，瞬间移动，节省时间，好需要、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的 YouTube 频道破5000订阅啦！这次推出的特别企划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说不定还会有 Part 2哦。大家赶快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订阅巧慧的 YT 频道吧！坚定台湾民主，推动新北进步，苏巧慧。